以前可能就會啊，即係僆無錢僆無後啊，即係我都有經歷過係冇嘢做，坐咗喺度，跟住成個月冇公開，跟住又冇糧出嘅日子。我唔介意喺大台度出嘢，如果佢容許我嘅話。我唔夠膽咁講，因為我真係冇計過，又冇話，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完全是因為心理走了或者怎樣而自己多了事做，也不關這件事，但就完全不覺得自己啊好像地位上升了。沒有，我跟同事都很打成一片，他們說笑地說，但我就沒有 take it serious。 在我自己的情況來說，我就不怕，因為一來就我的合約未完，如果合約未完的話，我又真完全 不擔心。如果你說我就完約那就說，但我又不是，我就仲有都有一啲年期嘅合約喺度嘅。但好多人都話你公司偏心啦，全部幫曬啲仔仔。咁我同佢哋嘅路線都好唔一樣噶嘛。譬如Mira Era 佢哋都係唱歌，叫歌星啦，即係組合啦咁樣。咁我係即係偏向係主持類型嘅，係一個 show 好簡單，你一定要有一個主持，咁你跟住再請啲嘉賓出嚟唱歌嘛。咁如果你冇咗主持，咁我又一齊去唱埋歌，咁就會件事就好奇怪啦。我行嘅路，即係我覺得同佢哋都好唔一樣。即係譬如佢哋會拍嘅可能係青春劇集，咁我就可能唔係嗰啲類型啦，或者人哋都未必想睇我拍青春劇啦，係咪？咁同埋我係女仔，咁佢哋係男仔啦。咁首先呢樣嘢上面已經我覺得唔存在一個競爭咯。咁所以你話佢有冇分薄到？因為我哋都冇，即係唔係同競爭緊同一樣嘢。一向在香港來說，做藝員這個行業本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是 that's why 也現在會有很多的 YouTuber 啊，或者什麼即是 KOL 啊，他們去自己創他自己那條路出來。但是當然我也覺得現在入行是易很多啦，我覺得我自己在電視上來說都做得挺好的，我所以對我來說我不覺得很難做。但是當然即我覺得即特別可能而家呢個時勢添啦，咁即大家接嘅即真係即可能接商場 show 或者等等即因為本身商場 show 亦都少咗啊，咁當然可能都會有影響到一啲嘅收入嘅。即我都有經歷過係冇嘢做，坐咗喺度，跟住成個月冇公開，跟住又冇糧出嘅日子，即必然都會經歷過。咁亦都有會經歷過就係、做完 level 之後，究竟自己是想做什麼呢，或者自己條路怎麼走呢，即一定有經歷過這些，然後才會成就到今天的自己。所以我覺得做藝員是一定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不會永遠都是好總有些時間可能是市場影響又好自己個人的原因又好，會可能少了一些人找你做事或者怎樣，但是這個是必經的。我想真係做 level 嘅時候，因為始終我當其時第一本出嘅寫真集就係八個人一起出啦。咁首先你要喺八個人之中突圍而出，已經係一件難嘅事啦。因為始終即係你係客，有八個女仔揀，未必真係揀中你噶嘛。咁你嗰陣時會好多疑問，喂，即係點解會唔揀自己㗎？咁然後就會即係會唔開心啊，會覺得自己究竟有咩做得唔好啊？成日諗呢啲，真係有一兩個月係一個 job 都冇啊，又冇底薪啊，咁樣咯。我記得嗰陣時我有翻一啲 part time 嘅，就係嗰啲聽電話啊，嗰啲做問卷調查咁嗰啲，咁就賺一啲即係自己嘅生活費咁樣。我一見到自己就嚟冇錢嘅時候，我就通常因為我好早即係我出嚟做嘢之後，我都冇即係冇問屋企人攞錢啊嗰啲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就係、是、即係就嚟唔係好多錢剩咯，就嚟$100都撳唔到出嚟咯咁樣嗰啲咧，咁我就會去做 part time。有一段時期就係我一路讀緊書，我同時間又做緊 Nemo 嘅工作嘅，嗰陣時係搭住同期。咁嗰陣時最辛苦嘅就係因為我哋喺演藝度朝頭早9點翻學啦，跟住可能晏晝3-4點落堂之後就要去跟我哋個 show 嘅排戲啦。咁可能你由4-5點就一路排到11點，10點幾11點。咁11點完咗之後咧，我哋仲要出一啲 paperwork， 因為我做幕後啊嘛。咁所以我哋仲要出一啲 paperwork 俾演員啦，俾道具部啦，俾燈光啦，或者導演啦等等呢啲。咁到你做完啲 paperwork，
跟住翻去嘅時候，可能講緊係都成十二點幾一點，咁第二朝九點鐘又翻學，咁跟住即係喺呢一個過程之餘，咁仲要攝下中間時間，可能出去影下相啊咩咁翻嚟，咁嗰段時間係會比較忙啲、辛苦啲。雖然咁講咧，好似好行啦，即係但我真心希望係可以百花齊放，即係我覺得呢句説話。因為點嗱，我點解會咁講咧？其實因為譬如啦，我同 Baby John 合作啦，其實同時間 Baby John 喺我哋度拍緊節目啦，佢亦都係開電視都拍節目嘅。咁但係點解唔可以咁咧？即係我見到佢咁，我都會好戥佢開心，因為一嚟佢亦都係我同學仔，劇場界都係咁噶。你做呢個劇團，你都可以做嗰個劇團，你都可以喺另一個劇團度見到你啊嘛。我唔介意喺大台度出現，如果佢容許我嘅話，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整個行業，我講緊所有嘅 artist 都會多咗好多機會。佢喺我哋呢度拍緊呢個節目嘅時候，佢未必同時間可以做緊其他節目咯。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冇咗一啲機會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唉，好嘥啊！咁可能佢拍我哋呢個節目，另外一個台有啲節目都好啱佢拍咧，或者另一個台有啲劇都好啱佢拍嘅，或者有個角色都真係好啱佢。但係可能就因為呢啲原因，佢可能冇辦法同時間去做。如果能夠同時間即係大家一齊做，就最開心咯。